两只，咱们得凑回来了。是咱们的吗？是。师傅，前面靠边停。快，快！你看。人呢？小娟，你看看车坏了没有？我去找林玉萍。师傅，把车开走。谁开车拉你大妈的？没人啊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肯定是方迎鹤拉着你逃跑的。哎，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？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认为害怕的人应该是你。我告诉你，吴大龙，你要是敢整我的话，我就去向石主任报告，说是你怂恿我逃跑的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可不敢胡说八道！你要胡说八道，你说啥？反正就闭嘴就行了。不是我闭嘴，是你也得闭嘴。行，咱们说好了啊，今天这事儿就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说，不然的话我让你好看。我跟你说，门带上。张娟，车没坏吧？车没事，怎么样？人找到了吗？回来了。林雨萍说怕我欺负她，一害怕就开车跑了。你说我是那种人吗？他不是不会开车吗？不对，肯定有帮凶。哎，人既然是回来了，这事就算了，以后咱们做多注意就行了啊。吴大龙，你什么立场啊？啊，不行。我向石主任汇报。干什么？石主任知道了，挨骂的还是咱俩。那要是石主任问起来，该怎么办？人已经回来了，你不说我不说，石主任怎么能知道啊？对不对？行了，这样啊，那个咱开车追了半天了，都还没吃饭呢，我请你喝点，走啊，走。走！干什么呢你？我帮主任擦擦桌子。你打水了？啊。哟，你们两个今天挺早啊。不是早，应该。哎，说说看，昨天这个方银赫和林雨萍交代什么了？他们俩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交代。看起来他们俩真的是顽抗到底也行。哎呀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好，明天开始，把他们两个都调去下井挖煤去。是。哎，主任。这个女的没有下井了呀。哦，那这样，那让林雨萍继续留在洗煤厂干活。那方云鹤总能下去吧？能啊，他肯定能下井啊。好，下去。主任英明。英明。行，那我们俩去处理。
把你放出来了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为难你吧？借他们三个胆，他们也不敢。我昨天说对了吧？昨天我没有当逃兵，今天我就是英雄。嗯，你是对的。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的，往后的日子应该也挺难的。我坚信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。没有人会允许他们一直这么横刀下去。再说，有我陪着你，有我们俩在一起，还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呢？你一会儿准备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回去。你站在门口干啥呀？进来坐呀。同学，我发现我现在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你学习了。今天幸亏你啊，要不是听你的，恐怕得出大乱子呢。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工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又没做错，为什么要跑呢？下过井的矿工都知道，铲煤要用风镐。煤块再硬也硬不过风镐，我们就要做风镐，铲出一切最硬的煤块。铲最硬的煤块，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了呢。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啥事儿都听你的，真的。你也很勇敢啊！我刚关进去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和文忠在外面给我唱歌鼓励我？抬头望见北斗西，心中想念毛泽东，想念毛泽东。哎，我不仅会唱，还会跳呢。抬头望见北斗西，我不跳了。雨萍，那个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先回去了。
郭书记，你今天接谁啊？接老伴儿。接老伴儿？你们矿上不是有车吗？接老伴儿还坐我这破拖拉机啊？矿上的车当然是有的是了，那是公车，这接老伴儿啊，家事儿。莫书记，还是你们思想觉悟高啊！哎，哎，来了！哎，哎，老伴儿！哎呀，哎呀，老伴儿，我接你来了。老莫，你又瘦了。哎，我好着呢。老伴儿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矿上的车呀都忙，所以我就没事。知道你一直公私分明，这车呀挺好的，回家吧。还是我老伴儿，师傅，开车吧。坐好啊，孟书记。哎，好嘞。那咱走了。哎，好。老伴儿，你看，漂不漂亮？像不像仙境？挺美的。哎呀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可恶！我这道长途，又倒到你这拖拉机上来。都快把我跌散架了！哎呀，这大西南可太远了。哎，要不怎么说咱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呢？看来呀，你是打算在这扎根不走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已经给上级打过报告了，马上就把你调过来，到时候咱们呢就用不着两地分居了。我这次来呀，就是想好好照顾你。你的眼睛虽然好了，可你的胃病老一直犯，我担心你这么拼命的干工作，哪天呀要累倒下了。放心吧，老伴儿，这大三线不建设好，纵老虎倒不下。你呀。小高，做瓦解员有段时间了吧？哎，对检查工作了解的怎么样？啊，方处长，咱们这个矿是高瓦斯矿井，瓦斯浓度高，在井下一些地点水坑里经常会咕噜咕噜冒气泡，那些气泡就是瓦斯，一旦遇到明火就会迅速燃烧。如果瓦斯浓度太高的话还容易引起爆炸，所以施工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。最近的安全教育抓得怎么样？教育是教育了，但有些人就是不听啊。有一次我在一个这矿里边，我看到一工人把那矿灯头打开，用一根这么细的铁丝把那矿灯正负两极短接烧红铁丝用来点烟，这一带井下危险极了。我当场予以纠正，按照规定我还让他交了罚款。结果第二天我在一黑不隆冬的巷道里就让人给胖揍了一顿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谁干的。还有这样的事儿？这种事儿一定要一查到底，回头我通知保卫部配合你一起调查，揪出责任人一定要严厉惩罚。哎，小高，安全教育绝不能松懈，矿井底下没有小事，这关系到每一位矿工的生命安全，出了事儿可就是大事儿。好，瓦井员责任重大，别因为这件事儿就打击你的工作积极性。没事儿。今天严守两个小时，争取完成新的采集任务，好不好？好。处长，这边就是南一基采工作面了。近一段时间呢，这个采面的解压瓦斯已经大量涌入回供流中，
每当彩面移动上鱼角抽放管时，那里的瓦斯就会超限，所以对这片瓦斯的管理已经成了我的监督重点。这儿要重点把关，一定要做好监督工作。哎，把关的及时，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有了。从今往后，房处长就是我的全权代表，拿着我的尚方宝剑，你们必须完全服从。生命高于一切，错事就晚了。我建议，三号井立即停产，全体进行安全教育。我支持，安全教育一天不落实，咱们就一天不出门。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哎，哎，来，老伴儿进来。哎呀，咋这么乱呢？嗨。我呀，平时那个就忙啊，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在矿上住。这过的什么日子啊？你看，哪有时间回来收拾啊？再说了，这家里没啥人来，这儿啊，不过就是个睡觉的地方。哎，老伴儿，来来来，来，先坐这儿。坐下，坐下。这过的什么日子？你看，我呀，给你烧壶热水去啊。我呀，算是明白了，你要当老妈子来了。拿的什么呀？我带的一兜蘑菇啊。玉萍，你呢？我带的红枣花生。阿姨肯定会爱吃的。都是吃的。哎，亮堂了，干净了。我老伴儿一来，这家就不一样了。你说你这几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？那不是因为你不在吗？你这一来，马上这日子就好了。等把你调过来，咱们家这个小日子就更红火了。你呀，就懂得搞生产，就不懂得搞生活。哎，我的生活呀，就全拜托我老伴儿了。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去。嗯，你的拿手好菜，炖肘子。哎呀，想起那油嘟嘟的肘子，闻着那个香味儿，我就流口水了。来了，我们也闻到油嘟嘟的香味了。都来了。阿姨，您不远万里，
长途跋涉，这一路辛苦了吧？不辛苦，你们这些年跟着老穆辛苦了。这不老师爱吃炖肘子吗？我和雨萍一商量，送您个砂锅，就拿这锅给老师炖肘子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，看着你们一个个结结实实的，我真高兴。阿姨，既然来了就别走了，就住下吧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。哎呦，阿姨，瞧您说的，那老师天天在被窝里面念叨您，那行了。那个老妹儿啊，那今天晚上再辛苦一下，多炒几个菜，炖上肘子，咱们大家好好聚聚。太好了，我今天休班，阿姨，我来给你打下手。那下了班，我就带上两斤好酒。那早点回来啊，回来晚了，那肘子可就没了。放心吧。你是给老师带的东西吗？好，上班去了。好，那你们先忙吧。好嘞啊。走了。走了。嗯。哎，像个家了。高明亮，班队长，最近干得非常不错，既保证了生产进度，也保证了生产安全。不到三个月，偌大一个采煤面被你们啃掉一多半，挖掘进度还提高了平时的3倍以上，这是值得庆功的事儿。但是安全意识依然不能放松警惕。南一采煤面空气配给量本来就稀薄，新鲜空气少，你们挖掘速度越快，这瓦斯的释放量也就越大，也就越容易超过安全警戒线。所以这一点千万不能放松警惕。方师长别放心，我什么都听高明亮的，他让我拉电我就拉电，他让我撤人我就撤人。好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一切顺利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出发吧。是。兄弟们，加油，转开灯，出发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一定要推进六刀。对，出发吧，推进六刀，我们再加油。六刀，这得有多少啊？班队长，你今天要破新纪录啊。对，我不光要破新纪录，还要他们永远超不过我的纪录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破完纪录了，我好好请你们洗完澡以后好好喝顿酒，不喝多不准回家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一家好馆子，那家牛肉可好吃了。哎呀，那辣椒水真香啊。哎呀。方处长，我们班队长说今天采煤要采6刀，采不完不准下班。6刀？你们50米的工作面要推进6刀，这不开玩笑吗？这速度太快了。你跟他说不能盲目冒进，容易产生安全隐患，让他把速度降下来。我说了也没用啊。你先通知他把速度降下来，我马上下脚监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方一克，走，去参加重要会议。什么重要会议啊？明天省里和煤炭部要来个检查团，听取石主任的汇报，所以你们各个矿井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去做一个详细的介绍。我这还得下井呢，你找个其他人代替一下不行吗？不行，必须是主要负责人参加，明白吗？我是负责生产的，你这天天开会，谁抓生产呢？我跟你说，方云鹤，这可是政治任务，同样重要，你别不分轻重啊。反正我是通知你了，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。好。
进来。书记，石堂，有事啊？书记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应该回去休息了。好，我把这点弄完了，马上就回去。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哎，小唐啊，哎，跟了我多长时间了？我16岁跟的你，已经8年了。哎呀，这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一转眼这么长时间过去了。哎，个人问题该解决了。好，抓紧时间，到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去。谢谢书记，快去吧。哎，您早点回去。好。队长，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？班队长，现在这瓦斯浓度已经严重超标，是不是给方处长汇报一下？慌什么慌？我们送风口的几十个炮眼都已经打好了，马上就撤啊！你没感觉这里边闷气和燥热吗？我感觉呼吸不畅，这么多人干活，肯定会有点不畅的。收尾工作马上就完，别啰嗦了啊！哎，班队长，要不，哎，同志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，高姐？现在情况非常危险，这瓦斯浓度已经严重偏高了。我跟班队长说，他死活不听，倔得跟牛似的。你去给方处长汇报一声。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哎呀，真香啊！怎么，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云鹤他们呢？他们还没回来吗？是啊。不过呀，也该回来了。哎，那个雨萍呢？我想给拌个凉菜，可你连醋都没有，我让雨萍去打去了。哎，嗯，孟书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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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孟书记，啥事这么急啊？3号井瓦斯超标，班队长还是要执意放炮。高明亮让我去找方处长，可方处长去革委会开会了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乱叹气！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到。好。哎呀！哎，你又往哪去？老伴儿啊，矿井啊出了点问题，我得马上过去处理一下。哎呀，我刚来你就忙这忙那的，就不能等？这事儿不能等啊！哎，这样，老伴儿，等云鹤和文忠回来，你们马上就开饭啊！别等我，我处理完了就回来啊！哎，肘子给我留一块。放心吧，给你留着呢。太松了，会不会有瓦斯涌出来呀？没事儿，这个马上就要完成了嘛，十几个炮眼我都填满了。哎呀，你得抓紧点，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啊。哎，你少制造紧张了，我马上就好。你们辛苦了。
报数据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天晚上哪个作业面在干活？哪一作业面？ 走，赶紧撤离了！赶快撤离，马上分配！快点，快点，撤离，撤离！经理了，你带两个人到北头，一定把这给我拦好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进来。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来，在哪儿呢？老吴，你给我带两个人上那边去，把人给我接好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进来。好，听见没有？不能把人放过来啊！哎哎哎，段建元，你干什么呀？ 我要对炮眼做例行检查呀！不用，你还不相信我们方服员的工作质量？不是，吴工，你装前的炮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一气呵成。就是，那不行，我必须去检查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什么职责？赶快撤离，今天放出党不在，这是我说了算。不行，我必须去。哎哎，那个司，脑筋。白素打回来了，哇，大老远就闻见香味儿了。 哎呀，我看看，哇，阿姨，您来可太好了，我们就有口福了。你们要是爱吃啊，我天天给你们做。嗯，谢阿姨。这个是不是要到这里的？待会儿拌凉菜的。啊，好，我去让他再炖一会儿。他们几个怎么还不下班呢？啊。 他们下了班肯定往回家跑，他们嘴巴馋着呢。哎呀，那我还能干点啥呢？不用，你到屋里去歇会儿吧。啊，去，啊，那我歇屋了。哎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。吴工，您那没问题了吧？我再最后检查一遍线啊。哎，小心啊！班队长，班队长，又怎么了？ 我刚才里边有检测了一遍，这瓦斯浓度已经超限了，不能放炮。没事儿，那边有台鼓风机，吹一吹，瓦斯就走了。走，我们扯得准备放炮，不能放炮呀，要不然咱们跟方处长汇报一下。汇报个球啊！老子上班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，那不放炮怎么破纪录？这破纪录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你不要命，这矿里几十口人还要命呢。 那几十口人，这不都往外再走吗？你再记下他呢，老子明天要求换管理员，你明天换你的。但只要今天我在岗，就必须坚守原则。你看，这俩菜好了，你把它端进去吧。啊，好嘞。 没问题了吧？行了，行了。哎，来来来，高演员，把旗给换，咱们抢任务也是矿区灯光。你不想要奖金了？班队长，这不是奖金不奖金的事儿，这矿区有规定，这放炮工在放炮之前就必须跟你请示，然后你再设安全警戒，检查顶板和支架的情况，各方面安全之后，你才能下达放炮命令啊。这些工作我都做了，接下来还有。 班队长应该把自己的放炮令旗交给瓦检员，瓦检员检查没尘，还有瓦斯浓度各方面都合格之后，再把令旗交给放炮员，放炮员发出指令才能制放炮啊。还有这瓦检员在装药前、放炮前、放炮后这三次瓦斯检测是一次都不能少的，这怎么就不能执行呢？我这不是嫌程序太麻烦了吗？应该简化，不能简化，这是用心血换来的。那怎么就不行了？你赶紧走，我马上就要放炮了。你。 好，我是找方处长，你去，等你回来，我炮都放完了。香喷喷的大肘子来了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来，殿上。
小心烫。哎，哎呀，他们几个怎么还不回来了？都这么晚了。哎呀，阿姨，您就放心吧，他们工作完了就回来了。哎，你今天累了，您揉揉。来，你也坐下吧。你说他们也真是，赶紧回来，肯定去买酒了。哦，看着这一桌香喷喷的菜也不能动。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啊。哎，那我可不敢，云哥回来该说我没规矩了。阿姨，我看见你可高兴了，看见你就想起我妈了。我妈她还好不好？挺好的，隔三差五的呀都到我这儿来坐坐。有时候你妈包饺子我也过去，就是经常跟我唠叨说你也不回去看看她，担心你跟了云鹤的婚事，说你们啥时候把婚事给办了，心里面着急呢。快了，快办了。我跟云鹤也商量好了，等办事的时候把我妈还有他妈都接过来，热闹热闹。啊，阿姨啊，我得给我叔告一状。咋了？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天天就知道工作，有时候忙到后半夜，晚饭都忘了吃了，结果把胃熬坏了。您呀，在饮食上多给他注意注意，还有那个胃药让他按时吃。啊，你放心。我这次来了呀，就一定要把他的身体给调养好，到时候你跟云鹤结了婚，你们生了孩子，让他给你们带孩子去。你千万别给我叔说我给他告了状。你放心，我不说，我说的。陆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王总，里面什么情况？范队长要放炮，可是不合规定，刚才我做最后检查，彩妹妹的瓦斯浓度已经很高了，超标了。乱查勤，走，带我过去看看。书记，您不能去，山东快把书记带出去啊！哎呀，别拉着我，没被瞧住，这关乎到整个景家，关乎到整个安全，我必须要进去。书记。你怎么回事？又不打了，撤了。